Hello Cosmo Girl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ex 陈德顺。是第一次跟 Cosmo Girl 拍封面，感受是很开心，觉得今次的衣服是特别好漂亮，还有我们选了这个地方呢都很漂亮很漂亮樣。是我很小的好細個，十七、十八歲咧，讀緊大學。我記得嗰年咧，我啱啱同我以前個女朋友分咗手，咁自己就好唔開心，又覺得自己好好唔健康咁樣，唔係好識得點樣照顧自己身體。咁變咗我好覺得自己好需要揾翻一個好適合我嘅運動。咁就試咗瑜伽之後，發覺原來其實幾啱我咁樣嘅，咁我之後一直都有 keep 住做咯。平時寫歌即係我邊度攞到啲靈感啊？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嘅，即係聽翻 live 音樂啦，咁都攞到好多靈感啊！咁寫歌咧，我平時會喺屋企瞓覺之前會攬住個吉他咁樣掃啲歌melody 咁樣出嚟。